演算法认为你是一个好骗人，没错。本期节目由 Surfshark VPN 赞助播出，使用 Surfshark VPN 轻松解锁 Netflix、Disney Plus 的影音串流平台。影片最后还有详细的介绍跟敲杀专属优惠，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小姐。好，你是阿段。好，今天是演算法到底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正传编？好赤裸。就我们已经拍过很多集，我的演算法会推荐给我一些什么样子的商品？那时候大家就很好奇说，陈川演算法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要先来预测一下，就是你觉得陈川的这个清单里面会有一些什么东西？感觉就有一堆桌上小废物啊。小玩偶，然后也只有一点点很垃圾功能之类的。垃圾功能这个好精确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出现一些除皱纹的产品。除皱纹？太过分了吧！我觉得还会从纹皱纹年龄去做一个攻击。你说一些小滚棒在你身上滚圈的东西啊？超棒的哎！或是放在地上的东西？放在地上的，就是桌面杂物的。地面板，地面板哦，演算法觉得他已经买太多，桌面没有空间。第一个，棒的，第一个醒狮的头套。等一下，好，这是有点出乎意料。它是亲子版，但我发现我是一个妈妈，然后我平常可能。很热衷于买一些穿着类的东西给我的小孩，被他发现。现在这个算过季商品吧？对，有打折吧？这是醒狮哦，这看起来很像那个哥吉拉另外一只那个摩斯拉。不然他的脚夹住之后，摩斯拉真的一模一样，好猛！好可爱。这个一个是要给那个阿莫的哦，摩斯拉头套好喜欢哦。这时候一定要放一串鞭炮音吧。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！我在那边拍翅膀，对，超像哦！不要拍翅膀，超像。每年过年都可以戴啊。摩斯拉还是经典款，没错。你是不是笨？他可是一推我面留下来的，剩下清库存的菜鸡啊！不是，因为他还在打折，我怕被抢完哎。这个破盘子，打折是基本吧？让所有的婆婆妈妈都会大力的称赞你的小孩超可爱，好不好？超可爱的醒狮帽几分？两分。不是，我先说我为什么八分。八分原因是我觉得他猜得很准，他知道我会下单。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这真的是我近期买过最可爱、有趣、最喜欢的东西了。两分是因为它既是这个春节主题，又是冬天的毛毛，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过季商品，没有这么过季的了。下单的时候，那个仓管人都傻了，他去这东西现在竟然卖得动，怎么回事？我都收起来了，他要去买娃娃做。这个成人戴太屎了，谁要戴那个？哎，这真的是成人大小哎，真可爱呢。好，来这个是悲伤床号。啊，这是座舱废物。没有。哎，这个很可爱哎。想必是一只小小的床号会发出悲伤乐曲吧。感受到我内心有趣的灵魂，然后他就推了一个有趣的东西给我。哎，你看这个精致度，还有盒子，对啊，很美，小书小礼耶。对，你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小书，还有一张贴纸，买一送二哎，这贴纸超棒的。怎样？你这什么脸？贴纸哈，就是用来附在产品里面，然后让你混淆整个产品的价值。嗯，我很认同。哦，他说前五页是这个产品的介绍，然后后面九页是一些悲伤故事的分享，是不是很搞笑？干嘛？主题很完整哎，盒子上面写说只要按这个就会有声音，就这样。对啊，他就只会发出这个声音，这是人生 BGM 吗？我本来以为他会有一段真正的音乐。就它真的是一个称得上音效的东西耶！哎，谁要真的音乐就是要这么的直截了当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车撞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午餐便当超难吃。是不是？两分。为什么会比醒狮还要低？这只有一分。那我对这种放在桌上的这种小东西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，就不能吵别人。人家讨厌我的键盘，是因为找到别人。
对，系出头影。所以陈冠不是会买放在桌上的小垃圾东西，他是买放在桌上的很吵的东西。我的七分是，我觉得他如果今天是一个普通的，就像音乐盒之类的，然后流露出普通的悲伤的乐曲，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啊。就是一定要这种音效感，像阿明老师的东西，你才会觉得很开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这廉价的综艺感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太廉价。哎，薯条封口夹，阿东也发现我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了，开始推我一些有用的东西。哎，这里有护贴纸哎，护贴纸是标配吗？哒哒，那里面有一个薯条的盒子，还有一个磁性贴片，这就是薯条形状的封口夹吧？先把这个磁性贴片贴在后面，这样就可以贴在冰箱上。哦，对。嗯，为什么这么短？广告上每一个都露出来这样。哦，诈骗啊！你又被骗了，你这个盘子被诈骗了，不见了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红色的盒子了，是不是跟来路不明的奇怪商家买的？没有啊，我看他已经卖出了好多个了。好说明吗？他竟然从头都没有放薯条进去，被骗了。但商家卖的是这个盒子，从头到尾就没有出现过这个薯条，因为他们就不是一组的，他是搭在一起卖。但是他的手图是有露出来的，也算吧，认为是一个好骗人，没错。这家伙推什么他都会买。在网络世界要小心呐、啊，要看下面的评价啊。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有了，垫在底下吸油啦。哎呀，两分。你就是拍了一个虚假的收方式给骗了嘛？啊，你可以去麦当劳买一个小鼠，然后吃完之后拿那个盒子来抽。哦，可以哎，好正统、哦，而且这样变正版。哦，就不是这个不知道哪来的破盒子，每次看到他都知道说啊，我就是一个。被骗诈骗，买的是一个教训。我给他三分是想说，就算不能放这个，他至少还是可以放一些。我觉得对，被诈骗的人都是这样跟自己讲的，没有关系，我就是虽然我用不到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把它拿来。确实有一些需要，就是收一些多出来吸管的地方。对，真的。好，再这个是青蛙桌游。推给你桌游，刚刚有那个 family 嘛，有个小孩，他开始推一些亲子的玩具给我。哦。对，然后他觉得我可以跟我的小孩一起玩这个游戏。它里面呢就有两个青蛙的嘴巴，然后还有三个舌头。好，上面都是虫虫的卡纸。好，要玩这个游戏呢，我现在要先把这两个嘴巴组装好，然后那个纸卡要拆下来。到底在笑什么？想到后面的使用情境，我觉得有趣啊！哒哒，得到一个青蛙的面罩，他表情好恶心哦。他表情很开心啊，他要准备吃虫了，他很开心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呢？首先你要把面罩戴上，然后这里有没有一个吹嘴的部分，你要含住，然后到时候要这样。好，这个是卡纸的部分哦，你有看到底下有切口，我们要把它这样子折开，然后它就可以这样。立在桌上，然后每个上面有一个他的分数。好，到这边我们的这个比赛场地就准备好，戴上吹水，然后用我们的那个舌头打这些虫，然后看谁的积分比较高，简单吧？哎，我觉得这个阿木会很喜欢哎。好难戴。啊？他会粘哦，我看到他先把它粘回来哦。他只是把虫虫挤走。好失望啊。啊？很酷哎。三二一。我把它击倒的，你把它吹倒的，哪有？它会有气啊！你看，那你不要吹那么大力嘛，小朋友的力气没有那么大。哦，那破坏游戏体验啦，老师！我不要跟这个同学玩的。嘿，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啦。啊，我可以跟我女儿一起玩。三分。我觉得你们都针对我。是啊，就是。青蛙什么都没吃到了。
对，我每天都要把它吸回来。不过它前端是有一点粘性，粘性的。哦，是吗？吸回来就很像。就只是一个几百块的玩具，你想它怎样？就有点失望啊。因为默默很喜欢吹那种，吹了以后会有哔的那种玩具，我就觉得他一定会很喜欢这个，而且就是在他水平差不多的能力下跟我们竞争的游戏，就是不错。而且你可以想象他看到你带这个时候，他会有多开心吗？眼疾手快，是不是那个吗？啊，是不是那个？啊哇！那是什么？那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什么是娃娃娃？就两个男孩，一个在玩这个，然后另外一个小男孩在旁边，你接到一个他就哇一声。这个很有名吗？很多店家在卖这个哎。哇，百闻不如一见呐！它上面写的就是一些什么，你知道认知游戏啊，增加小朋友的那个一些手眼协调训练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都看过那个影片。真的假的？两组这样才能比赛啊！他买了两组。对啊，我想说我跟默默可以同时一起比赛，一起玩，最后看大家谁轮流不就好了？有道理。哦。好，开始了。我觉得好慢，好慢的。一只啊！哎，但你们那边弟弟很强哎。哎，你是小孩。那个影片的里面的弟弟是全部都抓到呢，真的假的？我只抓到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还是因为他是最后一只哎。哦，对对。好，怎么样啦？嗯。你说哇？哇！哇！哎，没抓到。哎，没有，很简单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三十好几了，那个反应度哦。差人家一大截。你说它有一点附件的功效吗？应该有，应该有。就是竞技吧，就是一个竞技类的游戏。我还时代的潮流哎，最近流行什么？我不用看那个影片，我就会买。有分。现在最高了，哎，就说实在的哦，因为那个影片是一个有点微妙的迷因感的影片，哎，所以你看看影片，你不会想去买那个东西，你不会想会成为影片中的一员，对，我真的没看过。结果说，其实这东西是还不错吧，蛮好玩的，而且我觉得应该蛮适合，就是很多人一起玩，就是在旁边看的人也会觉得很刺激，对不对？哦。这个呢是拳击反应球，全都是一些玩具啊。这个呢神奇了，就是我那天跟我的小伙伴讨论说，哎，是不是可以去上什么拳击课什么的？被我的手机听到了，他就说你先不要买课，你先在家里试试看。好贴心，他怕我一下花太多钱。嘿，它里面呢有重量不同的三个球，然后一个头带，把这个球系在这个头带上。还有说啊，这个绳子的长度大概就是到你的那个肚脐的位置。你干嘛？你在量长度啊！我完全猜不到他想要干嘛。绑好之后呢，戴在头上。接下来就开始进入训练的部分了。一般我们在家里打拳击，不是会有一个小小的，像是一个水拥锤的东西吗？然后他把那个东西换成这个东西，挥挥，然后你要想办法打中这个。好，哎，那个教练可以这样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太难了吧。他上面还要写说，如果你一直会打到脸怎么办？嗯，打小臂一点。对，他就是这样。打小臂一点。我觉得他根本不是想要让我运动，他只是想说我不要去打拳击而已。他是在挫折我。你好像一只就是霸王龙在做运动。我不知道我是笑热还是好笑运动，好运动啊，很热啊，好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这太重，他的反击很快速的，现在怒气在多喝酒，流汗了吗？流汗了吗？有感受到一点点拳击的乐趣吗？对吗？我没打过流汗了。拳击居家训练球，六分。你们两个都比我高哎，我觉得我这个哦砸到脸两次，我就会放弃了。不然在打沙包练习会有恨意跟愤怒，有一个对战感。这个恨意会驱使你继续向前，你就会觉得他像是一个真的对练的对象。哦，对对对。嗨，再来这个是呼啦圈。哦，原来不是皱纹的问题，是腰围的问题，有道理。
过分，这么一说他好像有预测到一个部分，大概就是跟外在有关的。开始变形。哒哒哒哒。那你腰围不够，扩充组件。天哪 ，so sweet！ 我刚刚想说，哇，这是谁的腰塞进去啊？不，它这是一个期许，你先从两个加上去开始摇，摇到后面就可以拆一个，就变成细。是它粉红色就算了，这个米色长得丑啊。怎么讲？我就帮你延伸到一个 max 的。这个要，我们这样。应该行。再没有礼貌一点，这个没礼貌。不行也不行。我也不能再扩充了。不能再扩充了，那就只能等我再收一点再来用它。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环，圆形蚕宝宝。然后还有一个重量，然后这个是计数的吧？这个东西要把它装上去啊，先把它打开。重组的次元传送门。哦，还好放得下。哎，哦，有，这摇起来，我摇了吗？好，摇了。哎呀，为什么我摇不它却看起来这么笨拙？它看起来很卡哎。对啊，静音轴承降噪九十八不容易，真是超吵的。我觉得可能是太短哎，这个离心力不够。感觉要放长一点，然后我们去外面试试看。好，像真正要运动一样，在这个轮垫上面。怎么样？如果这个范围的话，嗯，跟原本是不是差不多？对。可恶！是一个更吵的呼啦圈。可是它应该有，哎呦，哎呀，它是一个会断掉的呼啦圈。好，这个瑜伽健身呼啦圈。四分。四分没有四分，你给我高位，你这怎么可以三分？四分，你说说看，它至少比呼啦圈小，收纳的部分，对，哎，这也是我原本的考量之一。我是说它真的要转起来的时候，你所需要的那个空间其实跟一般呼啦圈一样，但是收纳起来的时候小了不少。对啊，就是有这样，而且还可以拆，还可以拆，嗯，再给你煮起来的时候，煮完就流汗，暖身就暖完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它会一直断掉，我觉得蛮困扰的。而且用起来蛮吵的。对。啊，嗯，看起来演算法是觉得你是一个天真好动的人。天真是指诈骗的部分吗？不管过不过激，不管好的坏的，我好像都会带回家。好吧，陈川，哪一个你真的买下手之后觉得有一点后悔了？有一点后悔啊，我觉得是呼啦圈哎，效果跟我想象理想中有一点差距，想象是没有的，但是现实是残酷的。然后我觉得买了值回票价的，嗯，我觉得是哇哇，哈，我真的好喜欢这个东西，它完全切中我的笑点，跟我就是感到有趣的部分。以后拍片都不用加音效，谁会加这个音效？我帮你按。演算法比我还要了解陈春。你从来没想过买这个东西我会中吧？从来没有。重点是还不贵哦。好吧，要不然哪一个人觉得，在垃圾中的垃圾，垃圾中的垃圾。我有点在这个薯条跟这个青蛙中间做抉择。怎么？哦，青蛙。哦，你说青蛙很废。就当我知道他不是把它粘起来那一刻，我觉得啊，失望啊，这个失望之情，我的失望就是这个，是不是很好用？是不是很好用？大概是这种感觉，对呀，是不是很好用？好吧，那哪一个人觉得说，哎，还不错，就是这个眼疾手快，眼疾手快啊，在旁边看那种跃跃欲试的感觉，哦，有这么难吗？哎，对，我觉得稍微差强，这可能就是被骗，这就是过季了，这就有点危险，这就根本玩不起来，这个又翻新啊！我就是这个。哎，你真的不懂我哎！你最不喜欢的竟然是我最喜欢的！不要在那边吵！你真的不了解我。上班有一个人在那边边聊天，然后那边哇，真的会想被揍人，疯掉离职哎！哎，可是你不觉得他应用范围是不是真的很广？疯掉了，棒哎！然后我最喜欢的，我觉得是这个眼疾手快，就是你看那个迷你片是不可去买这个东西的。哎，哎，帮你买回来。但实际发现说，哎，好像蛮刺激，蛮好玩。意外收获。烦死了！烦死！明明睡在旁边的人居然不了解我。
本期节目由搜查 VPN 赞助播出。每年的五月呢，就是我们家的大月份。这个时候有母亲节，各种的结婚纪念日啊，交往纪念日，还有你的生日。就常需要买礼物啊，订餐厅，做很多在网络上付钱的这种动作，所以就会不停的填入自己的个人资料，你的地址啊、信用卡号啊、生日等等。对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不小心用到公共 WiFi， 又没有设下 VPN 的保护，资料就可能被有心人窃取盗刷。我知道现在很容易，就是他会先刷你那个20块、30块。测试一下。我就发现就是那种不会发现自己被盗刷的人。对，飞扬。然后是定期扣款。定期扣款。假装是一只 Netflix 还是 Apple 这样子。对，像我就是那种，我觉得他如果突然刷我个20、30块，绝对不会发现的人。还好有 Surfshark One， Surfshark One 中的 Surfshark 有那功能，让你随时掌握个人资料、账号密码、信用卡等安全状况。一旦发现问题呢，就会立刻通报。使用者可以选择每季或每年收到 Surfshark 的完整安全报告。不限使用装置数，现在订阅呢一样享有30日的退款保证。那大家在结账的时候，当然也要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Lady Flavor， 这样呢就可以享有超杀专属优惠，一次订购24月呢还会加赠4个月的免费使用哦。大家记得赶快点开资讯栏过去看看哦。Hey, hey, hey, hey.